现在要来推行的国土计划法，对着嘉义县的山区有真大的冲击。真济村落因此被划入到国土保育地区的第一类，对着在地民众有真大的影响。行政院伫咧日前举办公听会，政府顾问陈冠廷是特别到现场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声音，希望会当进一步传达予中央政府了解。行政院政务顾问陈冠廷日前参加国土计划法的公听会，因为国土计划法现在已经在上关键的第三阶段，有在114年4月30日前完成划定国土功能分区，还有编定使用地。但是因为嘉义县山区真侪村落向划入管制上严格的国土保育地区第一类，这些民众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特别来聆听各界的声音。对啊，啊，各位村长，啊，各位代表、主席、议员，啊，今天特别来参加这一次会议。今天我是来听，是来讲，有啥物要讲？我即马是行政院的政务顾问。啊，上个月我有跟陈建仁院长来报告讲，过渡计划法对咱山区的影响非常大。那当然，它不是仅仅只有伫咱嘉义的山区。它影响的层面，影响的关系是拓到南投啦、新北啊，整个台湾的哦山脉地区都有影响。啊，其实也不是只有山区的影响。我有一届，我这届大概传统啊，应该拢有啊，还是代表或理事长让我们拜会过。哦，啊，每一个聚落有每一个聚落的问题。啊，有时阵我伫新港哦、平地哦，啊，佮有一些当地的这个领导哦、明代啊、都有回应说，其实直接划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家里直接财产，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像刚才乡长讲的，它不是只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哦，其实影响到的层面，整个社区是非常多面的。行政院政务顾问陈冠廷表示，伊作为行政院政务顾问的持续努力，希望会使扮演嘉义交中央的桥梁，更加会使扮演各位乡亲的桥墩，毋那将嘉义的各种声音传达出去，嘛成为大家上坚实的后盾。谢谢新闻整理陈嘉义官采访报道。哇，速度真的很快。而且水产品啊，全程使用冷链物流保存，店到店取货非常的方便，连住在大都市都可以立即享用嘉义的优质水产品哦。这次客人给我们买了白虾、石目鱼、鱼肚、鱼皮，还有无鱼子，一个箱子满足了客人所有需求呢。嘉义优先与全家好生动强强联手，随点随到。一直在循着改变养鹅的模式，环境空气的挑战，我也不想污染到这片土地。养鹅就像我们在养自己的小孩一样，以前有一首歌叫做鹅鹅戏绿波，就在那自然的环境中让它悠悠的成长。凤梨日温差要大，产生的果实品质会比较好，我们不大需要用药物它就能长得很好。我希望把凤梨打造成嘉义这块土地的文化性格，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命我都把它当成我自己的小孩子般的在照顾。有没有用药就会涉及到它是不是残留，那零用药就是我都完全没有，那是不一样的精神。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鹅儿戏绿波。